今仔日工作才会啊，向香港过，才会紧急输血。都是安尼嘛，要当学袂输血啊！我讲过啊，若要输血，我的血型是 A 型，敢若会当用 A 型啊 ？A 型血嘛会当接受 O 型血的输血，请恁别烦恼。啊，这我需要你甲我讲，所以我才会讲，我一直有甲恁交代，吼、哦。那要输血，我敢若接受 A 型的血，无你是甲我鬼当作是马尼东风，还是我爱请院长甲恁所有人拢请去院长室，好我妈妈才听有。今仔敢是你讲江中林？哪里是呐？你讲一直在讲我。手术结束完，患者的出血状况真严重，必须输血。杨哥，阮病院的血库 O 型的血无？我是 O 型，我当输血。对啊，我都会记得今麦的血型明明是 O 型，伊拄则那一直咧讲伊是 A 型啊。是啦，我后盖会注意的。OK， 那个后盖，等一下你家己啦。爱记啊吼！小姐，歹势哦，我是江总裁的朋友啦。我听讲伊今仔日爱紧急收货，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伊今仔日有感染的状况，才会造成血压无稳定。哦，是安尼哦，是讲伊是啥物血型啊？若是有需要，我会当关怀予伊呢。袂啦，我有予人交代，袂当讲想济江总裁的状况啦。哦。嘿，你好，护理站。好，我先过去。阿古林提钱要去探杨香水的嘴，嗯，啊，哪一款代志我哪唔知啊？你唔知？我当然嘛唔知，我即马听你讲才知的啊。啊，今仔是对倒位听来的啊？今仔最近做些行为实在是太奇怪啊，感觉今仔根本都无好玩。班长子。我会听到有人喊，中志，紧跳落去水内面救人，那是你的基地。我会做遐奇奇怪怪的梦，那是你的意识。所以我真正是你，那么我是要来解释这一切。严国丹中志的年纪，甲罗家峰本人的年纪是差六岁到七岁。迄、那个创作这个剧的主角是安怎成功将阮两个人交换？佮无爸佮妈发现，这难度应该是真大。对方的目的到底是啥？是安怎要针对罗家，掠罗家峰做目标？敢讲对方佮罗家有冤仇？罗家峰专工邀我来中职的排位，这纪念是要创啥？就算讲要讲公司，伫办公室讲是较妥当。这毋是一个局吧？小等我来较细点应付，若无叫伊算过去，也着冤枉啊。罗总，我来忽悠。眼前的这个查某人。敢真正就是我的妈妈？到底是有什么代志？你特别要我替阮后生的排位伫遐见面的？啊，你是安怎？啊，你要我来，我问你原因，你说拢歪甲我应，
啊，无你即摆是甲我装笑的是？尤总裁莫误会，今日专工请你来遮，主要是要甲你请教，甲陈中基有关系的代志。中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阵，你人还阁唔知你倒位呢？哪有可能对伊有啥物问题要问呢？还是你知影中基是我的七寸，所以特别要来八卦中基的代志，想要找出会当攻击我的空棒？我并无这个意思。你想要安怎？尤总裁，当年陈中基过身的时阵，你靠亲身替伊看白布、看棺材。送伊去火炉内面化掉，你敢捌想过，陈中基可能阁活伫这个世间？你这是啥物问题啊？中基当年伫我面头前无愧啊！你怀疑我替阮好谢死来骗你的信？我无这是你的意思，我敢若想要知影，你是毋是确定陈中基已经死啊？你是伫好奇啥物啊？这年车祸拄到你的时阵，我阁认为你人袂歹，对你的看法有改变。即摆看起来，你甲陈中基这人拢共款啊！因为拢找袂出方法，想要来阻止我吴局集团家里未来层的经营，挑够用这种心理战术，想要来打击我、刺激我。我无这么简单就顺恁的意啦。我根本就无种意思。敢袂当请你听我话讲完？我甲你无啥物话通讲啊！你嘛免少想利用中志来逼我失控哦！掠一个已经无去的囡仔来做武器，真正有够妖秀。伫我遮发生一寡无法度解释的代志，拢甲陈中志有关系。你这是啥物意思？说来我要甲你讲的。你可能感觉真蹊跷，也想拢想袂通。彼暗车祸了后，我一直做一寡奇奇怪怪的梦。我梦到一个查某人，抱一个红影，我人为一间大金厝赶出来。迄查某人一直哭，甲对方伊孤情，希望伊当莫遐尼无情对待伊甲伊后生。伊有甲对方讲。总有一天会后悔。走来，这个房间都刷去病院了。这个查某人变作去哀求医生，一直求迄个医生，希望能救伊的后生。迄查某人的声音，甲尤总裁你的声音足像的，嘛因为我听信姐讲过。你捌失去过一个后生，所以我想到你，才会起心动念来才请教你。你的人生中，敢有经过拄则我所讲的梦境？罗家峰，恁家甲陈中信，因的交情真深嘞。当年中志，甲我经过这么悲惨的遭遇，你当年捌听过因讲过啊？你哪着摕这个代志来做文章呢？我真正无这个时间，第一只跟你连消话。我知道你心内一定真侪怀疑，啊，不过敢当先拜托你，先放下对我的偏见。我根本无需要跟你讲这个代志，来跟你谈心慢切啦。我阁做另外一帮。我帮到一个囡仔走去桥顶，有一个大人大声甲喊：“中志啊，紧跳去水内面救人，有听到无？”后来我就跳落去啊。你讲，你伫梦中，有人伫喊中志的名，我唔对。跳落去了后，我去救迄个人。我甲活过来看了，我发现伊写作跟我一模一样。
后来我就清醒了。啊，这种这么无道理、憨狗的梦，你还敢提出来讲？我看你根本就是为着陈忠信嘛，听讲伊编一个讲法，想要来打乱我的心思。你当作我这么好骗是？我真正无骗你，我会当了解想做你不相信的理由。毕竟这是一个梦尔，是无法度解释的。因为我有听过信姐甲我讲你的故事，我嘛有听过陈忠信这个名，所以我才会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这是路尾发生的代志，我真正找无理由解释啊。我无想要听。你一定要听。我的爸爸妈妈听到我叫用车落水了，以后嘛甲我提起，原来过去我细汉的时阵有结过水，为着要调查清楚，我走去现场，我想要调查看卖，伊当初我结水，甲我梦到这梦境，是不是有啥物关系？我走去代志发生的现场，煞予人车落水，等我浮起来时阵，我确确实实看到一个身高甲我一模一样的人。你的意思是说你有分身？你真正是愈讲愈狠嘞！啊，而且这个代志跟中指有甚么关系？中指拢已经过身这么久啊嘞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你搁想要把中指挖出来？罗家峰，你真正是有够恶极的嘞！为着利益，你竟然用这种方式来对一个失去囡仔的妈妈做第二届的伤害！恁老家甲陈忠信拢共款，拢共款，拢是共款这么恶毒的人，拢是共款这么恶毒的人。你若准讲我的亏欠，你讲这话，我心内只好怪心。今仔我做是你，做罗家峰遐尼久啊，让才知影讲，你不是罗家峰因本人，你心内啥物感受？你敢会不安？你敢会惊呀？你敢不想要知影你到底是谁？一届过一届的证明，发现家己真有可能就是陈忠信啊！你敢无想要找你妈妈问我清楚？系啊，罗家峰是安怎发现你是陈忠信的？看起来这个火是真歹灭啊！你在后边讲啥？什么？你发现你是已经过身的中指？罗家峰，你是头壳歹去，还是卡着音嘛？我嘛真希望，我的脑海内面全部拢是我的幻想。我罗家峰做到遐尼久啊，我已经感觉这是我人生的圆满了。结果嘞，我准备来为我的美梦中醒过来，面对我天地颠倒比的人生。你是在黑白讲什么啊？我需要更加多的证据来证明我就是陈忠信。我伫怀疑这件代志是后边有人在操控的，所以我真需要你的配合。今仔所讲的代志，千万唔通泄露出去。当我确确实实找到证据了后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一定第一时间来找你。你安尼是咧创啥？刘总裁，是咧，拄只罗家峰讲的话，一定甲你惊着，伊卖讲你想我呾。哎，这囡仔哦，即阵仔情绪无啥正常，我即马哦，带伊去看医生，医生给我评估一下。好，是。拄只罗家峰讲的意思是，伊发现伊毋是罗家峰。伊有可能是我的后生中指，我后生中指可能无死，中指，中指。